一诺，你今天呢又做到了一分钟一千经济的壮举，那这样子一个赚钱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有个太乙打打兵线有手就行。去年微博看到你有发一个裴擒虎叉，裴擒虎不可以，然后结果今年秋季赛看到裴擒虎已经成为了你们队伍的吃分体系、那这一年你经历了什么呢？这一年就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，